对啊，到这来了。哎，中岛那个紫外线都强。来，大家来认识一下那个新同学。那你们新同学要去认识他42位同学哈，很在短时间之内是比较辛苦一点，要去记得那名字的那长相哈，包括我在内哈，我在办年会之前我就把各位的照片都。有关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经理，经理能不能再帮忙？经理，哈哈哈哈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实际上因为之前我想，刚刚我们范代讲的几件事情，为了做回忆，因为一个就是你们的书怎么可以保存的？书怎么可以保存的这么好？书城楼都淹了，但是书没有淹到，到底放在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个还是有人在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有神明保护哦。一天饭后吗？然后我们下一位同学，我看就是可能走路。干部该怎么办？请看多少人自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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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都应该知道嘛，然后有一个聪明的方式，我在节目前就已经研究过了，跟人事主任讨论了好久。我说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因才能让婚假延后？因为人事是规定说一个月之内要请完。那我7月3号结婚，他表示8月3号之前一定要请啊。那这样子，14天不就浪费了？然后听说最近有点吵杂，而且。如有特殊原因使而得经机关首长同意，即可延后办理。然后我就想了很久，那当然一般嘛，一想就是正当然，所以就延后到从下礼拜一开始放，放成3个礼拜。所以我的婚假是，蜜月旅行是之后才要去的。啊，那在暑假当中我去了一趟北京，当然去看一下。先生在北京工作的情况，还有，因为我平常不是在北京嘛，那在归宁的隔天我就出发到北京去了，去了一个礼拜。可是去到那里呢，你应该想说应该去很多地方玩吧，可是并没有，因为发生了一件很惨的状况。我去呢就开始拉肚子，你们想到什么原因吗？因为如果有去宴客的人都知道。前一天是在星光三月宴客嘛，可是隔天哦，因为我爸朋友太多了，他请了70几桌，在新营地区找不到地方可以餐厅可以办啊，所以他就请那个板凳，结果后来发现就吃了都拉肚子。哎呀，那我的状况算轻微的，我大概拉了3-4天吧，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都在拉肚子。好，像其他人还有更严重，叫点滴的原因。哎呦，好啊，哎呀，可怕。对，哎呀，不平安哦。有寿星还没中毒啊。因为哦，你们我们去你们那个去参加体验那两天哦，刚好因为台风水灾，风很大，雨很大，所以那个。很多海鲜几乎都是没有冰的，那个线都坏掉了。而且正好像我们那天返的那一天，听说那个地方停水，可是我就怀疑那个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现在想想真的蛮可怕的。然后，对，那两天台风更夸张，你就看到那个迎娶的队伍淹在那个高速公路上。不是我们家的啦，我们都是准时到。但是听说有看到很多礼车就是停在那个路旁边，就拖到车来拖的。哎呦！那这个风大雨大，有去的人就知道了。对啊。啊，那因为我的蜜月旅行还没去嘛，而且呢，暑假也就在学校上班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我后天就要
住蜜月去了。我们下礼拜还是看得到我，因为我是认真的学生。真的，不要相信我。那我今天还是来，然后下礼拜还会出现，因为我就利用那个空档的一个礼拜去玩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想想。那很负责任的，不会因为玩忘记念书的。适当啊，适当，哈哈，等等，吴小姐，王馆长，那有可能的话，我们自然就是在95单月，因为我转换另外一个跑道。那暑假期间我除了跟香港还有什么同学到马来西亚上去做过事情，那刚好是碰到台风天，那隔天哈，大家觉得好像天气还有那个路况都不适合，结果我们去的话。哎，还不错，我们在旗山老街哈、哦，然后走了一趟，然后也在旗山迪亚平祥，然后就是我们的连江人那边哈、哦，去做一个毕业旅行。那今年哈、哦，如果毕业旅行的话，刚刚班代跟大家在签，他是签台北大楼，是签在南部。其实我觉得南部有一个地方很棒，就是上坪。上坪哈、哦，如果做一天半的旅游，非常适合。在那边啊，就是生态非常丰富，而且有很多的野生动植物。那我上礼拜六去了大概8次以上。那因为我今年有一个社团，在10月23、24要去上课。那因为有当地的社团的认可，所以让他们能够去。那我们前进。那如果真的不错的话，看看我们同学是不是可以逃去那边，真的很棒。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课嘛，在晚上我们要出去走路，然后跟着。然后我们用手电筒，然后站在沿着路上的站着一道，那看到哎，前面很多亮出现的方式，我们赶快把手电筒一关，原来满天的星斗在你面前闪烁，萤火虫挤满了好几千只。那当时哈，我们那一群人哈，真的都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在这个暑假，除了说去野龙馆之外哈，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，就是在。8月21到29，高雄黄金海岸那边有一个街头艺人展演。那因为我的老师，他这次有当选高雄市的就是艺术大使，街头艺人。他是做夜编，就是用树叶编一些笛子上。那我也是师承他的一个技巧。那我本身有艺人街头艺人证照，但是我没有去参加街头艺人的艺术大典评选，因为老师要参加，我也不敢跟他去争。那我打算明年啊去申请高雄市的艺术大使。那可能我另外转换人生的一个跑道，就是说我接下来可能想去当台语老师。那在黄金爱河哈、啊、做展演的时候，哎，觉得很棒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而且当我们在用夜间或者做气球造型哈、啊，哎，给小朋友的时候，哎，他们非常非常高兴。那因为我们没有定价钱，我们就打一个难打，然后什么他们哈、啊，就是自由打赏。那结果那一天我们就跟老师这样做了一个晚上，结果打赏了将近2000块。那晚上哈、啊、就是吃宵夜的活动。好好厉害啊！比较生活比较值得吧，回忆的地方。那等一下哈、啊，要谈一个同学哈、啊，我想请我们哈、啊、最年轻的学长哈、啊、来上台啊，我们最年轻的还是几位？好、啊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因为我的年纪。对，以前的讲哈，我喊因为暑假两个月，你拢无人比我太严重，我也在做演讲。我的图书馆叫如林馆，总共有4层楼，30年前花了3000万左右盖的，
我进去以后开始管理，但是我说是，我有两个办公室，我有两个呼吸机电话，但是我经常都在二楼，所以他们找我都找不到。所以他们常常以为我没有在上班。但是我都在上面在看书，我在上面都在看我上一次送给你们那本的书法书。书法。暑假当中，也可以说比我都大概来讲了。那当中我上了课了，比我平常上的课还要多五倍。哦。因为我平常只有两节课，但是我暑假上了。12节课是外快，那两节课也是外快。本来我已经说了，我老了，再多的钱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我孩子都已经长大了。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说101啊，我两个孩子都在住在101的附近，一个是住在华师的隔壁。国务纪念馆隔壁，一个是住在那个世贸中心的后面，是正前面。所以我那天接得到，我刚好在台北，在坚持的时候我刚好在华师大楼隔壁。但是我马上就赶回来彰化，因为我家也在淹水。还好，我家是。这个一般的简单的那个农村型的那种传统的盖着传统的房子，我家是一楼的，庭院不大，大概庭院只有100多平而已，100多平，在乡下，在我们乡下那个地方嘛，我那个地方是。民国62年才过来的，那个地方是20的郊区，那时候是田地农地，然后我买的时候是买农地，然后盖小房子，我本来要盖楼房，结果因为发生土石危机，那个我所进口的钢铁跟砖什么之类的都被那个包商。他也没有倒掉，但是他就是没有贴好的胶哦，所以我只好罗网都变成了平瓦，但是住起来感觉感觉非常好。因为我田里面种了好多的花木，包括樟树之类的，包括松果之类的，其实不太大，但是对我的家里现在只剩下我的老人，因为我的孩子一直在高雄。所以我赶回家的时候，因为也是30几年来啊，那个水最大的时候，结果那个排水管没有办法排水，大水沟没办法排水，淹过来了。我的损失不多了，大概是200多本书了，放在比较低的地方被淹掉了。我觉得很辛苦，因为那些书都好多都是值得的。我就把他的尸体都把它保存住，把它晒干，晒干就好。尸骨不存就糟糕了，没有办法找出他的遗骨。这个如果说有说气的话，别怀疑，天天都是我有这气，因为我都自己在找这气。就像我今天还是。我跟有健康工的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地位报道啊，因为有健康工谢主任呢，他前天打电话告诉我，说他不要后进，希望我能够帮忙一下，当然我是乐观其成，因为能够为我们的图书馆界培养人才。那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也跟那个我们的黄馆长一样哦，他的生涯规划是要做第二春，我生涯规划这个休闲，因为我过也差不多了哈，你说九五
我大概也差不多，因为我的教主是我爷爷，说我一起退好不好？当然我是很好，本来我今年就要退了，结果给你们提难。当然我看到你们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你们笑，我不得不笑啊。你喜欢在哪？我想这个暑假当然谈一谈这个精神事情了。那我刚好安排两次去旅行啊，那两次都出了台风。那一次是要到绿岛去，刚好碰到是7月2号，那我是订我房间是订7月3、4号啊。那我从家里面再看到这个报道是讲，就是绿岛那个。富冈渔港嘛，光港。那我想这已经是一位男子啊，孩子渐渐长大，那好不容易哈、啊，我们出游都是4个人啊，像我夫妻、儿子啊，这样，那已经安排好了，要把它取消掉。那我想，不管如何啊，就是先出发再讲。所以就车子一路开嘛，从大甲开到这个资本。然后到资本之后，在吃中餐的时候，一看那个讯报，说不高一杆啊，哎，开始开船了啊，啊，行李都放下，啊，就完成了这个绿岛之行。我想绿岛出的相当好，那、我们可以跟那个去绿岛。那后来班又安排制造重庆了，这样就要收集一下，因为我们有那些流感啊，所以就定了夏都。我们夏都一定，但是又是碰到台风，反正就不要等它，有第一次经验，第二次照样出发，还好就是风很不利啊。不过在那边碰到一次雨水啊，下雨。但是旅游品质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人比较少。那个人在旅游的习惯上啊，我不喜欢礼拜六、礼拜天就是周休日出门，所以不喜欢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你想要看，你想要这个整个的品质哈，都被人潮所淹没掉。那么这个暑假比较特别的。最近呢、花钱很凶啊，花100多万啊，恭喜一下我哇，太欢迎了，哇，这位有钱人呢，哦，有钱人，开过来，还有钱人，就是一个人开店啊，所以就比较多这个打算。我看了一下，我今天才刚买了2位的照片啊。一种跟2位化妆的人啊，他们都是开会举办的嘛，都是不一样。那我非常高兴啊，能够有很多人来相亲啊。那台湾拢困袂住啊，哈哈，有吗？今天要来上学，要上学睡不着，哈哈。不晓得没有同学这样，哈哈。迟到了哈、很灵感的，家里通通泡汤了。因为往年
我今日的假，我今天退休以后刚好在补习班补习，那我今天暑假刚好周天陪我出去，那今天比较特别，说，哎，知道哎。因为今年暑假是因为我大儿子生小一，所以都没有暑假可言。那刚刚跟我们洪导分享一下，因为上学期结束以后，我们去聚餐，我刚好跟洪导提到我儿子要升国一，那他就跟我讲说，国一的孩子其实现在还是很可怜，最好不要让他补习。所以我暑假这个整个暑假都在跟我儿子沟通。上了国一怎么办？我都跟我儿子讲，妈妈没有当过国一新生的妈妈，所以我很紧张，一紧张我也紧张。就他上了国一，他自己也很紧张，所以他暑假他有跟我要求说，我看吼，我的数学这么烂，我先去上个补习班好了。他也刚好是补习班是打电话来，那因为他国小还不错，还拿了第三名毕业，那。补习班说前五名不用钱，他妈妈想说啊不用钱那太好了，就让去上。那这是我觉得我不是恶意去宣传补习班的，这是一个妈妈的心声，跟你们做一下交流。我觉得今年暑假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儿子去上了补习班，第一天回来跟我说，妈妈，我觉得上补习班好可怜哦。我问他为什么，我以为他感觉上，我说可怜是因为感觉上，他说不是。我老是会打人这么大的棍子，粗的棍子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他说对，我们好几个都被打了。然后因为我儿子虽然是国一，可是他身高只有小学四年级，他看到任何人他都叫哥哥。他就说，我哥今天的哥哥很好心，他一直在教我数学，所以我今天没被打。不过我想我下一次可能就会被打。那我说他，那你要不要去上？他说还是要啊。哥哥去上了第二次，第二次回来他就跟我说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今天不上了。说那天老师打了几个，今天打了多一倍，只有三个没被打。我后来我已经傻眼了，因为这跟我的教育有点违背啊。我给孩子的教育说，你要被打就是你是动物才要被打，那都是你要读，那是你带着走的能力，我不大愿意这样教育。后来那天他回来以后，又拿了一双背带。跟我说，妈妈老师说不用交钱呢，那为什么现在又交钱？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决定要不要让他继续去上补习班。那因为洪老他又跟我谈过一些他的经验，我就把洪老的经验跟我的孩子再谈一次。洪老师又跟我讲说，那我不要上了，我觉得为什么既然有学校，我还要去上补习班呢？所以那时候刚下我的孩子就毅然决然没有再去上补习班。那现在也开学了。他也已经要迈入第三周了，哎，好像迈入第四周。我发觉洪老比我经验很多，那我孩子收获也很多。虽然没上补习班，但是他一样过得很快乐。虽然他的成绩也许不尽理想，但是我觉得他每天很高兴的回来就开始讨论明天要去上课。那我是觉得说在座有很多可能。也是我的先进啦，也是已经是当国中生的妈妈了。那有一些可能也是未来会面临这个问题。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长大。只要他能活在他自己想过的日子。那我今年暑假最大，就教育孩子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，就是我看到一则文章里面的一小段，他写到说，其实，在当今的社会、当今的教育，我们要给孩子是什么？他说他活到那么老了，他一直都是第一名毕业，第一名保送，结果他当了医生，回头回来，他竟然发现医生不是他要的东西，医生只是当时他家很穷，他被保送，哎，家里觉得说我这么穷，不就是要去当医生才能过好日子？那其实他说，其实你要给孩子就是，以后孩子在工作上能发挥他自己所长，他自己所要的东西，那才是他要的。后来我最后就跟我儿子讲，你继续画图吧，画到你不想画的时候再说，要不然考不上没关系，黄主任还有海信工商的美工科，我就说只要他能找到他要的路，他快快乐乐这样就好了。我就是黄主任的生活成绩啊，我看黄主任。
水湾，高雄溪水湾，中山大学向前方齐心，那个山叫齐后山，那个是高雄港的北端入口，向前方最高的楼是图书馆，图书资讯大楼。